同学好啊，同学没有，你们又来了，哇嘞，你们都来了，不是这样啦，我说同学好，你们要说团队好，彼此好了，不要跟我说好了，跟我问好有什么那个，我不用那个，哎呦呀，你们谁？哎，你们有人是新来的人是不是啊？你们不要看我们这样子，我们线上好多人啊，那个，你们有人是第一次看到我是不是啊？天哪！有没有任何人是第一次啊？你啊，你们两位啊？哦，好啊，很好啊。哦，我要怎么说？欢迎，没错吧？是说欢迎吗？各位同学，你有我有见过你吗？不是我说你呢？有吗？Yes，吗？哦，对吗？现场没有。对啊，好，那所以是三位嘛，还包括那个，好了好了，那我们要欢迎人家啊？怎么欢迎啊？哦，好啊，来鼓掌，好啊，来啊。那个，你们三位是一家人啊，是吗？两位是一家人，三位是一家人，哦，姐弟啊，兄妹啊，非常好啊！我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姐弟吗？兄妹吗？答案是什么？对，兄妹，很好啊。那个。妹妹的书包，妹妹的书包，你抬高给我看好不好？啊，你下来了，妹妹下来了，快，鼓掌啊！这时候鼓掌，她才会下来了哦。哦，小心这边有吉他哦，不要弄到。你就站到那个我旁边好不好？啊，停停停停，然后转过来转，对对对，举高给大家看，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他的包包，耶，包包是注音符号拼的台湾的，好，我觉得蛮好的，对啊，这哪里买的啊？台南林百货。台南林百货，哇塞，你讲话非常清楚又有逻辑啊，比妈妈好多啊，对，是妈妈还是姐姐？阿姨，哦，比阿姨好多了，哦，灯又亮了，你看，哦，你看你上来灯又亮了，好啦，那个我们替那个讲话又清楚又有逻辑的那个妹妹，又爱，哎，当我说她这样就爱台湾，你会觉得什么？我在讲口惠而实不至的事情，你知道吗？就在胡说八道啊。你买一个东西就是爱台湾哦，那上面写什么英国你就爱英国，什么爱美国，这个不要，我们太廉价了啦，反正她就是刚好。对，注音符号跟台湾有缘分吗？刚好缘分就碰到了这样子啊，好，很好了。我觉得你会在这个班上学到很多，是因为你讲话会显现脑袋的里面嘛，对不对？你讲出来的话非常，而且你很有信心，讲话好大声哦。你讲话是有逻辑的，讲话有逻辑表示脑袋有次序嘛，有顺序嘛。那，啊，这样上我的课就会学得很好啊，不像谁。你看，你记忆也有啊，又有记性，又有逻辑，一定会学得很好的。好了，那就这样啊，鼓掌哦。那个，我们应该先厘清一件事啊，我们大家要先确定一下啦。这一门课是免费的，没错吧？这堂课是免费的，先确定一下，这堂课不用钱。因为他不用钱啊，所以我们特别认真制作，你知道吗？特别认真去准备来骗那个即将要缴钱的人，要骗他们上钩。那个这堂课是不用钱的，所以这堂课录影下来之后，我们会把它无偿的放到网络上去，给所有想要知道我们在教什么东西的人看。OK。然后你们这时候，我跟你讲，你们眼睛要看老师这里了。我又没有在讲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发了讲义就在看讲义啊。然后那个就在那边认为小光头不知道在说什么，哎，等一下都讲的又没有听到英文，I have not heard English yet, so this is not important。然后就在那边乱假装记笔记，不要这样啊，好好听我讲，我从头到尾都一脉相承，然后从头到尾逻辑都很紧密的扣住我想说的事情啊。我们这个场地在台大，
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这个场地了。它的名字叫博雅馆嘛，博雅是很好听的两个字啊，博是多，雅是深嘛，它是两个概念了，一个纵向，一个横向啊。一个时间的话，一个就是地理嘛，时跟地啊，一个是历史的话，一个就是地理，这样啊。就是说，博跟雅是个概念，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这两个东西会互补，但是又不互相排斥，就像中英文嘛。所以当我说我喜欢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是乱跟你讲说我喜欢这个地方啊，这里是我的母校嘛。然后你看啊，我的逻辑不是说这里是我的母校，所以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啊，它有某种象征的意义，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学府最高学府，所谓的第一最高学府，然后在这种场地里面去进行这一系列今天这样的课啊的探讨是很恰如其分的。这里叫什么？嘿啦嘿啦，博是什么？哎呀，是什么？好，很好。你应该把那个你解释事情的逻辑啊，先确定下来以后，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叫做不断的 zoom out， 不是 zoom in。zoom in 是不断的聚焦，再聚焦，再聚焦。我说的是把它 zoom out。你逻辑要先确定哦。你逻辑不确定的时候啊，你一 zoom out。就完蛋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一放大就完蛋了，一放大十倍一个家庭就完蛋了，放大一百倍一个都市就完蛋了，放大一千倍大概就整件事情就毁了，如果放大两百万倍的话，就是台湾现在的英文教育政策嘛，因为有两百万个中小学生在接受我们的实验双语教育嘛，两百万人啊。今天的风传媒的头版也在谈这个问题啊。2030台湾双语是不是一场梦？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注意这个事，因为这是我的本行嘛。他们现在会提出来嘛？因为快开学了，我猜啦，我猜是快开学在提这个事情嘛。然后内容当然就是千篇一律在谈了、啊，千篇一律啊，永远都在谈同样的老问题。然后提出来的新方法的思维还是老思维吗？不会解决的，它只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才要做这件事嘛。我不是想要跟各位谈英文、谈西方文化，我的目的不是这样。我想要借由跟你们谈这些事情来改变台湾的未来的台湾双语的愿景。这之间的差别不可不查，你知道吗？我的逻辑清楚扩大才不会歪楼啊！我的目的不是要招生开课，我的目的不是这样，那个逻辑不是这样，我的手段叫做开课。我的目的是让蔡英文总统的政策真正落实啊！我的目的是那个，那他落实的那一年他都下两任都继任了，所以当我说蔡英文总统的政策的时候，我指的不是蔡英文这个人的政策，而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政策，我是认同的。我认为台湾双语是好的。2030是个很不切实际的数字，但是我们就尽力达成嘛，达标率多高再说嘛，但是那个方向是对的。但是那个逻辑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谈什么叫做真正的正确的逻辑吗？有没有问题啊？那这时候你们就要用正确的大声的那个合乎逻辑的回应跟我讲说没有，这样知道吗？有没有问题啊？有听懂我刚说的吗？没我刚说了什么？我刚到底在说什么？我刚才说你一开始的逻辑要很正确，因为接下来的动作叫做放大。
各位的中英文没有学到你理想中的状况，就是因为你当初的设定的逻辑有问题，绝对不是你不够用功，设定有问题。你设定错的时候，你越用功越糟糕。那我言归正传哦，有没有人听过瞎子摸象啊？听过的举手啊。瞎子摸象 ，yes， 非常好。什么叫瞎子摸象啊？反正有个瞎子嘛，然后嘞，有一只大象嘛，然后嘞，他没有看过大象嘛，对不对？这个瞎子没有看过大象啊，然后他就去摸，是一只瞎子摸，还是一群瞎子去摸？这个故事 ，the story goes like this： 有一群瞎子嘛，他们在那边交头接耳的说：“那个老瞎，就是老瞎子，老瞎，你见多识广，活了这么久，你一定看过，你一定有摸过那个，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大象啊？”然后就说：“啊，小瞎，我跟你说，有啊。”然后开始说了嘛，对不对？开始描述像腿长那个样子吗？像的耳朵长那个样子吗？像的鼻子啊，还有像的牙齿嘛，对不对？假设就四个东西就好啦。然后呢，大家有说错吗？没有啊，你跟我说一次，跟我说一次哦。好，一群瞎子，一群瞎子，没有说错，没有说错。可是也怎样，也没有说对啊，就这样。蔡英文总统说啊，2030年的时候，台湾要驾驭啊，骑，你知道吗？那个咕噜咕噜那个要去骑啊。蔡英文总统说，2030年的时候，我们台湾要去驾驭啊，两头大象，没错吧？而且我们说的叫做双语国家哦。当我们说的是双语国家的时候，指的是台湾的每一个人都要驾驭两头大象嘛，对，没错吧？这个才叫双语国家嘛，没错哦。他不是要训练中研院的人而已哦，他是说变双语国家嘛。那就是说我们在10年内就要让大家都去驾驭两头大象嘛，对不对？不是一头哦，是两头大象哦。有一头大象叫做中文，一头大象叫做英文。然后我就说了，你有没有听过瞎子摸象？你们说有，我说我知道啊。那所以全部的人都在说有啊有啊，我知道英文是什么啊，英文就是背单字啊。那有说错吗？也没有啊。他有说对吗？啊，英文就是学文法啊，他也没有说错啊，他也没有说对啊。英文就是考托福、考英检，也没有说错，也没有说对啊。那怎么办？驾驭一头大象之前，你要骑它之前，总要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吧？你要让一群瞎子啊，看清楚啊，摸清楚，理解那个大象的最好的逻辑是什么？我又绕回来逻辑跟你听哦，你的逻辑对了，你一扩大事情就搞定了；你逻辑错的时候，你越用功越糟糕啊。所以我想问你们一下，你要让一群瞎子理解大象，甚至于骑上去去驾驭两头大象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各位在想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容我那个喝口茶好不好？然后因为老师那个步入中年 and 那个疏于运动啊，我就陷在这个椅子上面，
行动不是很方便，你知道吗？你们就原谅我，我不是那个很臭屁的不想要下来走动啊，我是 you know I can't， 我起不来了，好吧？深陷其中啊，来吧，我可以那个，我可以提供有奖征答。I want to hear your voices。尤其是新的同学啊，好不好？很难得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很少很少有新的朋友来。说吧，不是那个妹妹啦，我要听你那个逻辑不太好的妈妈说。说吧，来，我们大家替她鼓掌。让一群瞎子理解啊，你懂吗？哈。大象或两头大象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全部都摸一遍，没错吧？很合逻辑吧？鼓掌。还有没有别的逻辑呢？说，有人指引，对啊，很好啊。你人家讲了，你要替人家鼓掌，你。虽然我觉得你讲的跟他讲的差不多意思，就是要有人指引的去带那一群下的摸摸摸摸摸就对了嘛。而且这次要摸完，你们听得懂我在说什么？这次要摸完，你知道吗？没错，台湾有2300万人呢，你要带他们摸完英文哦。啊，只有10年可以摸哎。如果只有10年可以摸的话，光是现在的小一的学生，他摸了10年，他也才高二哎，那怎么搞啊？更何况200万人去摸那头大象，那头大象就不堪其扰而死，对不对？怎么办？我跟你讲我的逻辑好不好？我的逻辑是真的哦，我是真的这样想的哦。可是我的逻辑，我知道我的逻辑有点奇怪啊。我认为我不应该去管大象的事情。我认为应该去把他们的眼睛治好。瞎子就是瞎子，是你说的哦，你不要被那个眼科医生笑哦。我认为应该让瞎子可以看到，这就是我的志业了。我的工作不是去带大家摸象，因为除了中文跟英文这两头大象以外，难道台湾没有很需要别的东西吗？如果中文是一头大象，英文是一头大象的话，法文是第三头大象，日文是第四头大象，德文是第五头大象，你这样要摸到何年何月啊？更何况那只是中英文而已啊，数学是不是一只大象啊？都是瞎子，每天就摸光，这是什么东西啊？就开眼睛就好了嘛， Open your eyes， 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一系列的课、啊、与其说是我带你们去摸英文的大象，不如说我想要张开你们的眼睛啊，好不好？你要说好了好不好啊？ But我不可能说，嘿，嘿，这样眼睛就打开了嘛，又不是邪教，嘿，这样就打开。所以我还是会双管齐下，因为我的逻辑是缜密的，我两件事情都做。我同时想办法把你的瞎眼给治好，我同时做这件事情。我同时抓着你的双手说，你还没有睁眼之前呢、啊，你还没有睁眼之前，我还是准备了大象，我还是带着你的手去摸嘛，摸多久？摸15堂课，这是第一堂课的话，我们接下来还有14堂课，我带你去摸英文西方文化的这一头大象，我分14个部位带你摸摸摸摸摸 ，Hopefully。Hopefully， 你不用等到摸完，你眼睛就打开了。你不是觉得很美吗？你不用再摸了，你就说肖文倩，我懂了，你不要再摸了，我不要再，我想，我因为你打开眼睛了，你会跟我说肖光头，我不要看大象，
因为你看到了嘛，谁跟你说一定要中英双语啊？是谁说的啊？为什么？这是谁规定的啊？说不定你眼睛打开，你就说我比较喜欢日文，不是很好吗？凭什么大家都要学英文啊？哎，搞不好你眼睛打开之后，你说我就想听歌，我就是喜欢西洋歌，我就这样，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那只大象的尾巴，我就只要尾巴，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尾巴，而且我要摸进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大象的尾巴，我不管它的象牙、它的耳朵，我什么都不管，我就喜欢尾巴而已。而且我摸完大象的尾巴，所有的大象的尾巴之后，我还想摸摸猪的尾巴、跟羊的尾巴、跟猴子的尾巴，就是我想多听听别的歌，英文的歌以外，我想听法文歌、德文歌、日文歌、中文歌。好不好？没问题啦。好，太好了，我觉得我解释得非常清楚，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你们的视力啊，刚刚有突然变好一点，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一点开眼的感觉。那我就现在看嘛呢，我现在就开始跟你们介绍这头大象哦，知道吗？这头大象我分成九个部位给你看啊，好吧？有九个部位，也就是我们说的九阶实体的九阶吗？好啊，我那个，嘿，九阶你们知道吗？真的知道还假的知道？拿九阶来啊！第一阶是什么？温之温，就是温度经典里面的温度经典。再来是温之广，就是温度经典里面的广度的东西，再来是温之深，再来才是广之温，再是广之广，再是广之深，然后深之温，然后深之广，然后深之深。我分成了九个部位，我分成九个部位啊。台大博雅馆分成几个部位？几个？四个，跟我念一次哦。博之雅，博之博，雅之博，雅之雅。这个命名啊，这一栋大楼的命名的格局就是二的二次方吗？啊，我们在谈的大象是三的三次方吧，没问题哦。我现在跟你们说的可能有点难啊，可是你一定要理解啊。博雅就这个意思，温广深就这个意思。你们都会中文对不对啊？中文有没有温度的经典啊？像什么温度的、啊、小毛驴啊，对啊，就今天这个，你们就这个。还有呢，中文有没有温度的经典啊？人之初性本善，哇塞，好好好好，原来哦，你境界这么高，那个从小就是读经就对了啦。啊 ，T O O， 很好啊。还有呢，喂，你们看老师这里好了啦。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温之温、温之广、温之深那个九宫格吗？对不对？你们都知道那个分法了，没错吧？那刚刚曼心姐说人之初性本善的时候，你会把它放到那九格里面的哪一格啊？你会把人之初放在温之温的举手，你会放在温之广的举手啊？会放在温之深的举手啊？会放在广之温的举手啊？啊，广之好，我现在在问你们，是不是陆陆续续有人举手？这个叫做你们每一个人眼睛都睡眼惺忪的，好像睁开了嘛，对不对？因为你至少在睁开以后，你才可以自己做决定吧。你没有打开眼睛，你怎么知道是你在七点以前听都没听过什么叫做温之广，什么《论语》？为什么人之初要把它放在九格里面的一格？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你知道吗？没问题吧？好，大家刚刚有没有吃中饭啊？今天有吃中饭的举手啊。好，你今天吃的中饭在你这一辈子吃的饭里面分成九格里面，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哈？你今天吃的是爽中爽，还是爽中烂，
还是烂中烂，有没有？你如果去分九格的话，你今天的中饭你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定位？没问题吧？那个叫做眼睛打开了嘛，我们至少一点共识嘛，共识的事就是看东西耶，一起看到同一件事情嘛。那我现在问你咯，我现在问你咯，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是应该九个里面的哪一个？我在问你们啊，啊，这个共识没有的话，我们要讲什么啊？没错吧？我在谈的是先把那个架构给建立起来啊，里面要塞什么东西叫做无限多的无限次方吗？这个世界是讲不完的，英文的西方的文化是讲不完的啦。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以一个大学教授的立场对台下的美国同学说，我来花14堂课教你们中华文化，你会不会觉得笑死人了？中华文化是任何人可以讲的哦，啊，是任何人可以用14堂课讲的吗？啊，是任何人可以用14堂课对一群外国人讲的吗？没错吧？不，这不开始逻辑不合理了，对不对？My job seems to be 我花14堂课跟我们这些外国人，我们是华人嘛，我的工作似乎是花14堂课跟一群外国人去理解西方的几千年的涵盖无限多的无限次方的文化吗？没错吧？那跟我带一群瞎子，因为外国人是瞎子的概念嘛，对不对？那跟我带一群瞎子去摸一头有够大只的大象有什么差别啊？没有错吧？因为西方文化多成那个样子，台大不知道有多少系的多少的教授钻研了一辈子，也才钻研了那只大象的尾巴上的那根毛而已啊。没错吧？所以 who am I to say 我可以带你们大家看啊，我没有办法带你们大家去理解那头象，但是我是眼科医生啊，我可以帮你把眼睛打开一点点。那你打开一点点之后，我总要有一个方法来帮你测嘛。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你看我讲，你有空黑吗？哎，我宝，我宝，有没有那个？那一个左边、右边、上面那个，就是我们的课。我拿14堂课去跟你比，看你比给我看，那个比就是写作业了，这样懂吗？你们交作业给我看，我就知道说你视力现在如何。OK， 好，非常好啊，我们就开始看第一个啊，芝芝帮我比一下啊，比上面下面呢、啊，嘿，把灯都关掉好不好？看得到吗？大家跟我念看看好不好？确定一下地方哦，好，进阶文法文化班，念下去我才知道，预备起，再来，非常好，再来，非常好，继续念来。
哈丁，好啦好啦好啦，跟我说一遍哦。上礼拜，大声一点啊！上礼拜，萧光头是萧经理。这礼拜，萧经理变成萧眼萧密医，知道吗？我在帮你们看，我的比喻系统完全改变，你们知道吗？这还是同一堂课哦，我们从我带你去看一台一台一台的 buffet， 现在变成什么？我们来摸大象好不好？我们来摸大象看看，一个一个这样去摸 ，OK？ 然后啊，我就很快的跟你们讲这一只大象的九件事情嘛，是九件事情吧？对不对？来吧，大象的第一件事情啊，嘿，叫做有温度的温度经典。然后我啊，我举的例子叫做 If all the world was apple pie and all the sea was ink and all the trees were bread and cheese, what should we have to drink? 刚刚我念的是一首西方的童谣，这个童谣我的归类啊，因为我眼睛看得到嘛，我的归类叫做温度经典里面的温度经典。我说一首童谣的时候，现在台湾的上万名的英文老师会说，童谣就是童谣，童谣叫做课外补充教材，因为它的课本叫做康轩或翰林或何家人。所以 If all the world was apple pie 是补充教材，它是副品牌，知道吗？它是副牌吗？正牌叫做什么？就是康轩和家人的英文课本，体制内英文课本嘛。这一件事情叫做逻辑错误，所以当这件事情一扩大的时候就完蛋了。我不是说课本不好，我只是说这个叫做课本，那个叫做补充教材，我只是在说这个逻辑嘛，没问题了。我做了什么事呢？我挑了 If all the world was apple pie， 我从大概500首鹅妈妈童谣里面挑了42首出来，其中有这一首，这一首我就请设计师画出来，画在哪里呢？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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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好，这里没有，我就请他们画出来。你们现在往那边看好不好？各位同学往我的右手边看，你们是不是有看到六张海报？那六张海报相对应的就是六首有温度的温度经典，叫做西方的鹅妈妈的童谣。你们的右手边，我看到你们的这边了，我的右手边有六首。OK， 来邝老师家啊，我们的左手边一首、两首、三四五六七八啊，这边有八首这样。知道吗？可以哦。好啊，眼睛再转回来老师这里好不好？这里是不是有15张很大的海报？它就相当于那只大象的耳朵，这样懂吗？英文西方文化这件事情，这头大象的耳朵叫做温度经典，叫做童谣了。我可以很简单的跟你说，哦，耳朵啊，就是个长方形的东西，那就像我就哦，童谣就是 If all the world was apple pie， 就这样。我如果说，哎，它是长方形的，你跟我说 so， 你们跟我讲一次，我跟你说一次哦，大象的耳朵是长方形的，你跟我说。电板也是长方形的、啊、就是它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必须再跟你讲细节，对不对？细节一再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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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就变成我不但要找给你看，我还要念给你听啊！我不但要念给你听，我还要画给你看。
不但要画给你看，可能还要唱给你听。啊，不但要唱给你听，我可能要跟自己说，这一首童谣它的历史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它以前是什么样子？后来改成什么？我一定要慢慢跟你解释嘛，你才知道大象的耳朵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因为你看不到啊，我只能很迂回的从旁边旁敲侧击让你感受到嘛。所以我才说这个是双管齐下嘛。我最简单的方式其实是把你眼睛医好了。那双管齐下就是，那我尽可能的补充细节给你，然后今天这一堂课就是我要把童谣的细节补充给你们，这样懂吗？今天是童谣的细节我补充给你，上个礼拜叫做大象的九大部位我给你看啊，我没有办法今天再花那个时间嘛，我只跟你讲说我们的同学都非常，你们的同学们啊，学长学姐们非常的用功啊，短短一个礼拜，这是上礼拜我们的课，现在已经整理成笔记了，你们只要享用这个笔记就好了啊，不要当那个，这叫什么不要当只是那个嘛，只是享受不那个投入参与的人嘛。所以你们那个报名上我们的课之后啊，你们应该主动的加入这个读书会，这个笔记小组。我给的作业的期限是一辈子吗？你不可能一个礼拜写完的啦，除非你们像李大倩李医师，不是秘医啊，他是真的医师，不能像李医师这样，等于是很。等于是全心全意的在做这些事情，在奉献吗？要不然的话，一个礼拜不太可能啊。我们的课是贵的，我们的学费是贵的。我如果给你的作业是你一个礼拜就可以消化的，我不认为我应该跟你收那样的学费啊。可是我们给你的作业是你这一辈子都可以做，而且你相信我，你会越做越有意思啊，越做觉得越有味道。这只是一个礼拜的作业嘛，总共有16个礼拜的作业你可以做，然后每个礼拜平均是9个的话，就是140多道作业嘛。你花了时间去把这140多道作业，可能花2年好了，去把这140多道作业透过跟你的同学一起练习啊，去看看别人的，你就会比较知道那头大象长什么样子。然后 with luck， 说不定啊，说不定你做到第100题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眼睛打开了。你眼睛打开以后，你就回头去看第一个作业，第一题啊，你就会知道说，哇嘞，原来萧光头眼睛看到的是这个东西哦，那我不是从头到尾都写错了吗？啊，这样很好，这样我会最开心呢。你如果哪天跟我讲说，我懂了，我从头到尾都把你作业写错了，啊，就好了嘛。OK， 好啦，看老师哦，来，瞎子摸象，摸16堂课，摸9个部位，就这样。你开开关关是要我青光眼，我是要把这些人的眼睛医好，哎，你不要以为他们是瞎子就可以一直在玩，你给我回去，你玩什么电灯啊你？好了，不要回去，你做得很好，对，反正你们都瞎了嘛，你没看到嘛，你们没有看到那个东西，因为第一堂课你们可以回头去看啊。我不花时间了，今天是第二堂课，第一堂课讲了9个领域，那9个领域的第一件事情叫做童谣，今天我们就把那个童谣那件事情从博大，这个叫博啦，博啊，从博雅的博啦，上礼拜是博啦，这礼拜是什么？黑啦，太好了，给你看什么叫雅啦，我们来看那个童谣的那个演进史、演化史给你看了，那个叫雅了，看看什么叫雅，知道想清楚哦，这个是雅哦，来，没关系，他们都看不到，
没有啦。有没有可能是全那个、啊？暂停一下，好吧。对对对，暂停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全关，好吧。OK。没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我还没有还没有播，我会跟你讲。哎，你们回头去看，多漂亮啊！你看你们在哪里上课？你们看到我们教室的左后方的那个曾经照亮过苏东坡跟李白的月亮，照在我们的童谣上面呢？如果你会多花一点时间啊，多看左后方那个、啊、那两张童谣海报有没有？去看看啊，不是走去看看，眼睛多花几秒去看看呢、啊。那个就不叫学英文了，那个叫做上西方经典文化课嘛。你们知道英文课跟文化课是两回事吧？多驻足有没有？多欣赏，那么发觉你眼睛就打开了嘛。好啦，我们来看前面吧。跟我念一次哦，一首《鹅妈妈》童谣。东西方。演化历史。历史是那个时间的纵深啊，我等一下会给你看地理上的横的东西啊。然后你有没有发觉那个演化的画变成画画的画，这个叫文字游戏，叫双关语吗？这个是你要理解一个国家比较雅致的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比较雅的东西会在开始玩游戏嘛，玩文字游戏啊。你们跟我说一次、啊、玩文字游戏。就是。很雅的老人，没错吧？你没有那个造诣，你怎么玩得了文字游戏啊？你什么时候听过两岁小孩讲双关语了？他就说：“爸爸，爸爸，也爸，也爸。”你有听过吗？你有听过三岁小孩就说：“爸爸，也爸。”有没有？妈妈，别再骂。有吗？不可能吗？你绝对是造诣比较深的老人才会玩文字游戏吧？各位同学，对不对啊？那你们跟我说一次啊，文字游戏就是老人，还有童心。欸、我已经很努力的把你眼睛打开了，我刚讲完了，一个老人还有童心才会跑出你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历史。小孩子画不出童谣这句话很深奥，你知道吗？小孩子是写不出童谣的，一定是老人才能写童谣，而且那个老人必须保有童心，他才写得出童谣啊。好了，我剩下不多说了，给你们看看历史哦。好，来开戏。当然好啊。1833年是几年前啊？187啊、哦，
187年前。哦，啊，要帮他看线是吗？哦，灯打开看线好不好？你们这样看得到吗？哎，这真的是视力测验呢。来念看看啊 ，rain。Rain, go away, come again, April day. 没错吧？它不是some other day啊，它叫做 April day 嘛，对不对 ？Little, 好啊，放啊放，没问题啊，可以了，可以，我还想讲啊。关掉，让大家看一下。关掉，关掉，关掉。来 ，rain。哦，好，没关系啊，这样叫关掉就对了。来 ，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 April day. Little Johnny wants to play. 187年前的那一首童谣是长这样的。OK， 来吧。再听一下吧，哎呦，再听一遍有什么关系？我想要等一下放到全荧幕的时候啊，让你们看一下187年前的西方人的那一头大象哦的 Johnny 长什么样子，好不好？因为从来没人看过啊，你们有看过吗？我也没看过啊，到底 Johnny 长什么样子啊 ？OK。这样子啊，有没有看到 Johnny 那只狗啊？我在乱讲的，我不知道，谁知道 Johnny 是？我猜 Johnny 是那个小男生了，我猜了哈，他是跟他两个姐姐是不是啊？哦，你不觉得很漂亮吗？哦，博雅的雅是这个意思啊。这本书快200年了，嗯，我的朋友他居然有这本书啊，然后拍照很慷慨的给我们看嘛。200年前的 Rain Rain Go Away 啊，再来啊。暂停啊，漂亮吧？大声讲啊，漂不漂亮啊？眼睛有没有打开？是英文漂亮吗？我告诉你，它不是英文漂亮，甚至于不是内文在漂亮，哎，它是旁边的装饰，那个花花花花，那个是那个窗棂在漂亮，哎，我没有说错吧？这个是这个在好看，对不对啊？这个没有错吧？谁会教这个啊？我们打开课本开始干嘛？第一课第一题有没有？我们都眼睛都在看文字啊，可是100多年前的英国人教他们小孩子的时候，重点根本不是文字啊，重点在旁边的那个装饰的那个
线条吗？你们看它旁边这个，看它旁边这个窗棂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在听我讲啊？大声音，真的有吗？有。你们看看后面，是不是一模一样？我们现在正在台大博雅馆的202教室啊，被我们正在被漂亮的窗棂跟光影给包起来嘛，我们根本不是重点嘛，跟这个一样嘛，你不要一直看文字好不好，你看文字你就等于是瞎子在摸象。来念看看吧。Come again, April day。最好这句话文法是正确的啦。哇哩嘞！每个人都说我写的那个老鼠寓言 ，A mouse, a cheese， 就说哦，还亏你是萧博士，应该是 a piece of cheese。哇哩嘞 ！What a piece of shit！ 你在说什么啦？哦，对，我刚说了什么？我刚口误，我刚说 a piece of cake。不要自己是瞎子，还在那边跟人家说人家看错了，好不好 ？Come again, April day， 听得出来吗？噔噔噔噔噔噔嘛，它是有韵律的嘛。那你说 Come again。On the next possible April day， 哇，你在说、啊、你有没有发觉过了90年后啊，它已经变成 rain go to Spain， and when we want to come again 这样子啊，它开始变了吗？所以我说它是演化史吗？它不仅文字在变化，它的配图也变化吗？画画的风格也在变化吗？这件事情显然可以读博士班吗？你去研究这件事情的历史，当然是博士论文啊。那你要我花10分钟跟你教吗？当然不是这样。可是我是在告诉你说，你去想童谣的时候，你是以小学生的立场想童谣，台湾就永远不要双语了。你去想童谣的时候，如果都是很恭敬、很谦卑、很敬畏的心情去看。每一首童谣都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的话，那就非常有机会，因为我们台湾有太多太多高手了。可是这些高手都被很低级的政策给耽误了嘛？没有人在鼓励这样教英文啊。我们都在说 Clio 吗？要美术老师教英文有没有？我多希望有人来看我这一篇啊，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上课啊。美术老师可以跟我们借这一张图去教什么？教美术啊，啊，里面有没有英文？有啊，不就这样吗 ？Clio 不就这个意思吗？可是不是啊，我们现在的 Clio 一定还是在谈里面的字，不谈外面的窗棂吗？好，好啦，继续哦。暂停一下好不好？再想，对呀，对对对，哎，台大博雅馆，你是没看到？我要是有神力，我现在就那个祈雨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没有下雨，然后就会下雨，你们就吓坏了，通通报名了，对不对？我跟你说，他就是他嘛，这个就是那个嘛。你们都是谁 ？In this instance, you're all Tommy Pipers. 你们通通都是 Tommy Piper. 你们想要到外面的西方文化去玩，你知道吗？你们想出去玩嘛？要不然你还上什么课啊？你想出去西方经典文化的世界悠游自在的玩，可是偏偏天不从人愿，在下雨嘛。
啊，你就再从这边往外看，好好渴望要出去玩，就像这个 Tommy Piper 渴望着出去玩一样吗？啊，这就是两百万个台湾小孩子嘛，想要台湾双语吗？哇，好多语，有没有看到了啊？哎呦，台湾几百语嘞，一直在下坠啊，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啊，怎么双啊？再来。暂停一下好不好？你们是不是刚刚看到两百年来的同一首童谣的演变，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哦，从来没有哦。你看哦，我证明给你看哦，英国两百年来上面都没有出现过中文。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它都没有出现过中文，直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台湾自己出的以后，它是不是同时出现 Rain, Rain, Go Away 跟雨啊雨啊别再下，它是不是同时出现了？你看历史这样看嘛，它有一个很明显的 cut off point， 有一个历史的交流道，你向左转向右转嘛，向左转就是台湾现在的绘本文化嘛，通通都进口绘本嘛，就有一派的绘本的逻辑叫做我要看原文嘛。你有没有发觉台湾现在在想学英文的时候，很多人崇拜有原文这件事啊？你们可以理解吗？家长、老师、官员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在说我这是原文，我这是原装进口，我这个是跟美国小学同步教材，有没有？都在谈这个，没有人在谈说，既然你说要双语，既然你说嘛，要双嘛，那你看到的东西又在原文的时候，那不是逻辑错乱吗？你要双，你就出现两个语言。你如果都要出现原文的时候，你绝对会变新加坡的。你做到极致就变新加坡而已啊。你们可能没有要去做这么大的政策的决定，那我就跟你讲小一点的规模。你如果接触的东西都是原文，一个国家就变新加坡。如果是一个家庭会一个个人的话，你只接触原文的极致叫做你变 ABC 吗？中文不会写，中文不会读，美国学校、欧洲学校多的是这样的人吗？那也不叫双语啊，那个就叫做你就是一个英文超级好的台湾人啊，那也不是我们要的啊，你又忘了当初的目标是什么了吗？好吧，来继续。暂停一下好不好？你们可能很少人看过这一幅图啊。这一边呢，这一边是这个地球上讲
英文的地方，这边就写满了雨啊雨啊别再下，那一边写满了 rain rain go away 啊，倒过来，对不起，那边呢通写满了 rain rain go away， 这边写满了雨啊雨啊别再下。 OK， 因为 原稿很小啊，我再从187年前的英国的童谣开始跟你讲起 rain rain go away 这四个字，经过了200年后它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2016年不是有吗？我现在说2030年台湾双语的时候，或许2030年的时候地球开始慢慢眼睛打开了吗？开始发现你同时要出现两个语言才可以啊，所以它一路走来叫做现在变成很小很小很小的 rain rain go away。然后这幅图叫告别巴别，上面有九个现在地球上最高的塔，最高的建筑物嘛，好像是那个船的那个方向盘呢、啊，那个舵有没有？不是那个舵，那叫什么？哎，船的那个东西叫什么？船舵哦，好像那个舵一样了。语言是很重要的舵嘛，到底要把地球带到哪里去啊？啊，继续啊。这个时候，这时候你们该笑啊！这个叫做那个，有没有好像看电影在吃爆米花？您爆了没？这样子啊，好了，鼓掌，鼓掌，鼓掌！没有上过这种课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也没有教过这种课啊。大黄蜂飞进来了，是吗？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以那个为准哦，好，十分钟以后回来啊，好，谢谢大家，你们要说谢谢团队，谢谢彼此啊，好，请休息，谢谢，好好好。狼弟弟，好，哎，还有、啊，先帮我加一次。大家，你要蛮牛吗？它还是满的。好。还要换茶叶吗？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交掉。要放大吗？等一下，就是那个歌词童谣唱歌。我用这里放哦。他说我只配声音，然后加一句。Yes。啊？记得啊。记得吗？当然记得啊。
空气很好是吗？今天二十几号啊？哎哈喽。钟小琴，我发觉那个钟小琴，我发觉你的笑容只会留给那个 Irene。 那你把讽刺都留给我了，对不对？他说什么？好啊好啊好啊。他要叫什么？Irene， 谢谢老师。没有啊，没有，没有啊，没有差，转没有差，对啊，对啊，他就不是那个，不要转啊，不要转。可是这样是小声的、啊、哦，咚咚咚，好好好，
有人在问啊，对啊，你问那个问的人有没有读过台湾的小学啊？你问他有没有读过台湾小学啊？他的中文注音符号到后来有的时候他会看吗？不会啊。卷开，同学好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大家记性很渣呢。团队好啦，大声一点呐！彼此好。嘿啦，啊，刚刚看那个童谣好不好看啊？会不会太哑啦？我们以后在小巨蛋播这个东西啊，我们的东西越 grand 越好啊，我们在学的这种东西啊，越大越浮夸，浮夸当然是不好的形容词，就是越那个越大越好啊。因为我当初在想的时候啊，我带领团队在做的时候，都是那个心胸心量去做的。你不放成那么大的时候，其实看不太出来我在说什么。你看，如果刚刚那个东西是 3D 这样，什么 IMAX 有没有这样投的话？好了，你们都不相信我。下载了没有？那个档案很大的、啊，李大仙，下载完了吗？对啊，好啊，我给你看看什么叫 grand 好不好？放大一点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要不然台湾双语很假的，我们要带领全球哎、欸。OK 啊。我瞎了可以吗？我可以摸看看，我们来，我带你们摸，我们来摸这，我们来摸，我们来摸这幅海报好不好？我来描述给你听，这个海报蓝蓝的，然后是用一支原子笔，一笔一笔一笔慢慢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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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个早上、中午、下午、晚上，慢慢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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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能漏水哦，漏水就前功尽弃了。慢慢刻，慢慢刻，慢慢刻，然后就画了那个、啊。九大建筑物啊，是地球上最高的九个建筑物啊。你是耳聋吗？你有听到我讲完了吗？就是那个地球上的九个建筑物，你们这样听我讲看得到吗？看不到啊，对不对？啊，一直讲，一直讲英文，一直讲英文，一直讲文化，一直讲文化，你又看不到，真的去感受什么叫文化吗？来，这个。跟我说一次吧，告别巴别。圣经的创世纪里面呢，记载人类语言的发展呢，是曾经是有一度啊，我们全地球的人讲的是同一个语言呢，讲的都是同一个语言以后啊，那个语叫什么语就没人知道了嘛，你知道吗？因为他不需要讲那叫什么语啊，那才一个嘛，才一个就不需要命名了。东西只有一个的时候，你不用管它，不用命名它。他们讲的那个语啊，然后人类就沟通无碍，你知道吗？就好像你们现在跟外国人沟通有爱，外国人跟我们沟通有爱一样，他们是沟通无碍的，所以无碍以后就开始臭屁啊，臭屁就说我们人也跟神差不多啊，我们来盖一个很高的楼去见见上帝吧，跟他 say hello，
所以这些人就开始盖塔，那个塔叫巴别塔。盖到一半的时候，上帝就说：“你们这些人类啊，也太不自量力了吧！以为你可以变成神吗？我干脆送你们一个很大的礼物好了。我送你们的礼物叫做外语。”我送你们语言好了，于是地球人就开始有两个语言哦，就开始沟通不良，然后塔就盖不下去了。那个两个语言还是四个语言还是八个还是十六个不知道啊，反正一直发展到现在，地球上就数百种语言，然后大家就不能沟通了。所以我说这幅图叫告别巴别，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那么多种无法沟通的语言上的障碍啊，消弭掉啊。消弭掉的方式不是我们终于回到只有一个语言，那个叫做霸权，那是行不通的。地球人的未来不是只剩下一种语言，而是保留现在所有的语言，但是地球人眼睛打开了，耳朵打开了，心胸打开了，他们开始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把别人的陌生语言学得跟自己熟悉的语言一样好。所以我认为啊，3000年后、50000年后，反正地球总有一天会因为我们台湾开始的这个双母语的运动啊，总有一天地球上的人会变成啊，一个人就可以讲300种语言了，然后300个国家人都会讲其他299个国家的语言，而且都讲得跟母语一样好。因为事实上只有两大语系嘛，只有两个啦，所以你只要精通两大语系，这个大业也就差不多了。然后我就请阿平画了这张图啊，远远看有没有像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这像什么，钻石哦，有没有看起来有没有像那个外星球啊？有点像外星球，有没有像云呢？宇宙哦，有没有像一块布啊？这个是布，牛仔裤的布料哦，还是那个染的那个很粗糙的画布的表面哦。这个叫做 zoom out， 这个叫做从地球外去看地球上的语言吗？不是在台大博雅馆看台湾双语哦，是在外星球看地球上的人到底在搞什么吗？到底在讲什么语言吗？那我们如果 zoom in 的话，你有没有看到101啊？给你一点头，右上哦，好好，那我们 zoom in 看一下好了啦。给你讲101，法轮功的人都可以看得到，没有老乱讲的。再放大哦，就这样，这最大了。哇塞，哇塞，有没有？不是，我跟你说，你没有看过这种东西，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它每一楼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像钥匙的那个，有没有？没错吧？这种地方啊，你我有那么高吗？我是6尺4吗？你过我现在是我这好了好了，这里、啊、这个嘛，有没有凸出来的那个？我听到你们说哇塞哇塞，说我是最高兴的、啊、因为你一定要从历史的纵深去看一件事，然后这个就已经不是历史的纵深，这个是 zoom in zoom out 嘛，这个是地理的问题啊，这是距离的问题啊。你距离放大一点看一件事情，跟距离放很近看一件事情，你都会看到那只大象。你远远看会看到大象的啦，要么你就很近的看啊。什么叫很近的看你知道吗？不是跟你讲鼻子啊，鼻子算什么？你看鼻子怎么可能看到大象啊？你看到鼻子的皮肤也看不到大象啊，鼻子的皮肤里面的细胞也看不到，细胞里面的细胞核细胞膜、啊、你看到 DNA 就看到大象了。我没有说错吧？大象有 DNA 吧？大象的 DNA 就是它最小的那个东西啊，那个你看得到了，这个就是啊，你现在就是看 DNA 就对了，你看到 DNA 你就说哇塞，然后你看到200年代的 Rain Rain Go Away 居然变成一首歌可以唱，还可以中英文混在一起唱，然后
还是我们台湾自己的人这样写出来，然后还配了动画，还配了图片，你就开始发现说，哦，原来，那你说，哇塞，这样子啊，啊，你看到哇塞的时候，眼睛就开一半了嘛，因为你不会去轻视西方文化嘛，你不会去轻视童谣啊，哎，我们有总共有14堂课，哎，你不会轻视里面的任何一堂课啊，哎，其中一堂课我要带你们看 NBA， 哎。其中有一堂课我要带你们看 NBA， 你有看过 NBA 吗？我的意思是说 NBA 你可以很远看啊，我去看了两次湖人队的比赛，很远啊，因为实在太贵了，很远看啊，很远看可以看得到没有错啊，很近的看 LeBron James 如果坐我旁边， Kobe Bryant 坐我旁边，他那个挥汗如雨可以洒到我的脸上的话，那个是不是另外一种桌面，就像这个我就哇塞我被喷到了，你有没有 他是那种概念吗？啊，我们台湾学英文就是你不远不近的不在看什么，你也不仔细看，你也不好好，你不宏观也不微观，就在那边，那没有嘛，那到后来就是灾难啊。好啦，这是101啊，放大一点吧，我是说缩小一点啦。好再缩小一点，缩小一点，我们去看看那个雨啊，雨啊，别再下好不好？哇塞，怎样啦？哦，有没有台湾？有没有雨啦？雨啦，乌啦，乌啦，乌啦，我加了乌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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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啦。这你也可以留着看啊！什么叫哇塞？这字是蛮丑的，倒是真的。这我没有办法，林子平，我没有办法帮你这个。那我们弄到滑到西半球给你看看啊，这可以让地理老师来 clear 一下吧，美术老师也可以 clear 一下哦。这个英子姐，你有没有学过高山体啊？有一种草写很漂亮，你知道吗？像这种啊，对啊，有没有看得到吗？来念看看吧 ，Rain Rain Go Away。187年前的英国的童谣开始变成这个样子，啊，你要去感受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的文法文化班都不是在上大脑的课，全都是你去感受我在说什么，你从童谣这个面向切入去感受自己有多渺小，然后再从 NBA 切入自己有多渺小，然后再从流行歌曲去切入自己多渺小啊。可是你切到自己有多渺小的同时，你就会发觉你有自信了，因为当你发觉自己小成那样的时候，别人呢，别人也跟你一样小嘛。可是你本来以为别人很大，这句话你们听得懂吗？你把所有的人类都变很小以后，你会突然有信心，是因为你本来以为很厉害的那个人，因为全缩小了嘛，你本来以为很厉害的那个人也跟你一样小啊。你们放在同一个平面上，你当然认为你跟他差很多嘛。你看像我这么矮，如果 LeBron 200公分的在我旁边，我当然觉得他跟我差很多啊。你 zoom out 嘛，你 zoom out 到一公里外，我刚才不是两个点而已啊。远远你笑什么啊？远远的看就不够，但远远的看我就觉得我也还好啊，没有，大家都差不多矮嘛，就一点嘛。 zoom in zoom out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育方式，好啦，那我们把 zoom out 嘛，给你看看到底。这样啊，这幅那个，这幅就是大概八坪多大啊？几乘几啊？大概就那张海报了，大概就那张海报的大小啊。帮我们在，哎，我们要替林子平，就是这位那个艺术家在帮我们掌镜，鼓掌。都笑哎哈，我说艺术家都疯了，对不对？你叫我这样画画，下辈子嘛，不小心就那个，秃子，就那个，好啦，就这样哦，那个我们开灯吧。
我带你们看完历史的童谣之后啊，然后带你们看完距离之后，现在要看最重要的跟你们最有关系的哦，就是台湾怎么搞，台湾的双语怎么办，台湾跟童谣有什么现代意义吗？现代哦，2020年的8月份到底有什么意义吗？你们有一张讲义哦，举高我看看，我没有，非常好，谢谢谢谢，跟我念一次吧。字，进阶文法文化班，试听第二堂课，所有学员，线上同学要看，我知道啊，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跟你们讲，这个字会不会太小？啊，不会啦，你刚刚看了那么小的，我要跟你讲这个冷笑话了。刚刚看那么小的字，你都在看了，何况是这个字啊？对，我们先让这样让线上同学看一下好了，好，等一下再放出来了。你们看这一首童谣啊，是不是我们从历史上的180几年前跑到现代，时间过了，然后 zoom in zoom out 也过了，现在变成要跨语种了吗？我们台湾要开始领导这颗地球进行反向的操作吗？我不会说它叫反向的文化侵略了，当初我们可能是被侵略，比较粗暴的侵略嘛。我们现在是很慈悲心的，很和蔼可亲的，回头去用中文跟东方文化、中华文化回头去，不是侵略人家，是跟人家分享我们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嘛。OK?你们回头看老师这边好不好？我刚讲的这一句话有一点难呢。你们是不是都有上过英文课？然后那个英文啊，英文整个包括你们大家的生活经验，跟我生活经验都一样，包括现在很可怜的小孩子的生活经验都一样。全台湾在说台湾双语的时候，其实是在说台湾要学英文，不是在说台湾要双语哦。我们连这个最基本的逻辑都没有厘清哦。其实蔡英文喊出来的叫做2030台湾英文变好一点，他想的是这个，可是这是错的。真正的逻辑叫做啊，现在台湾的小孩子眼睛看到的都只有英文，所以会被那个只有英文的英文霸凌嘛？因为他只有一个嘛，他在告诉你，我就是你唯一嘛，我就是你的唯一，因为我是原文书，你知道吗？我就是英文，我就站在这里，英文字啊，我就站在这里，你看不懂是你家的事嘛。你有没有发觉，对小孩子来说啊，他看原文书的时候，他看英文课本的时候啊，你们都是啊，你们看到够难的英文书的时候就天书嘛。他就摆明了，我就不要，我就是只要以我本来的面目站在这边去霸凌你这个看不懂英文的人嘛。因为西半球的人不懂中文啊，他们不可能出几千万几亿本的中英对照的西方最经典的东西，他不可能这样出嘛，因为有没有那个市场。那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啊，在2020年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嘛。这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是说啊，我们台湾的20出头的年轻人用他的双语能力，不是去看外面的人的事情啦，看外面是我这个老年人在翻 Rain Rain Go Away 啊。我在师大英语系的学生，就是这个作者 Irene 啊，等一下我请他上来跟你们解释他在翻译什么，这不是我翻的，这是他翻的啊。我要请他上来跟你们解释一下，他现在吓得皮皮喘，没有啊，他没有啊，你们要给人家鼓励啊。你先上来好了啦，我要跟你们解释说，这个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啊。我没错，来，在我旁边，好。
我在做的是把西方的童谣翻译出来，画出来，请人家画出来，唱出来。我在做的是这个嘛。可是如果我的学生在做同样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台湾在进步什么啊？所以我就请他回头去看我们台湾的小时候的童谣儿歌嘛。哦，挑了一首叫《小毛驴》，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就把《小毛驴》翻出来，画出来，唱出来，然后嘞，然后当然是西半球的每一个美国小孩、英国小孩、法国小孩都开始唱《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当然是这样子啊。就像我们当年是唱 Rain Rain， 哎 ，Rain Rain 各位怎么唱啊 ？A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是谁规定台湾小孩要唱这个啊？可是没有人规定，还是全台湾的小孩都唱了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是西方人的东西硬生生的塞给我们吗？他有附翻译给我们吗？我们自己翻吗？什么以闪一闪，那是我们自己翻吗？他不是从当初那个国家输出的时候就附翻译耶，我们是不是东方人比他们厚道多了？你们听得懂吗？我们要去侵略别人的时候还附翻译跟你说我翻译都翻好了，这样子啊，好不好？然后那个我请他带你们的，哎，你们要原谅这个人，这个人中文不太好，中文不太好。你也可以做，因为你不会现在。你坐这边。哦，不用坐，你站着好了。哦，好。嗯，所以当初翻译他的开头啊，开口叫索引，就是那个菜鸟老师，对不对？开口叫做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Irene。你们这时候才说 Irene 老师好吗？然后这时候就说所以，所以继续吧。嗯。所以当初翻这首的时候，我就想说最重要的就是毛驴嘛，所以那个字要翻出来就是 donkey。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是看说要怎么押韵，因为它像骑 busy 以那个音，我会想骑是第几行的第几个字？第二行，最后一个字。我先解释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好不好？我们的游戏规则叫做啊，当你翻英文的时候，你的押韵的韵脚要去押到原来的中文的韵，这个是游戏规则。然后音节数要跟原文一样多，只有这两大游戏规则吗？很难，我知道啊，不难的话，台湾凭什么说要连港全球双语啊？外国人翻回来的东西从来没有在押韵的。你去看圣经的圣歌啊，诗歌最明显的。你如果去参加那个唱诗班，或去做礼拜，或者去耶诞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歌啊，唱英文可以唱哦，唱中文的时候是有点别扭，怪怪的，它没有办法那么弱和无节嘛，没有办法，这个是西方人不够细腻的地方嘛。我们台湾人啊，从 Irene 开始细腻，我给他游戏规则，他就想尽办法去把它弄得那么细腻，这是慈悲心的表现。因为一个西方小孩在看我有一只小毛驴的时候，他会害怕，就像我们台湾小孩看到英文会害怕。可是如果押韵若合符节的话，唱起来就很顺。很顺的时候就有熟悉感，有熟悉感的英文叫 familiar， 你们知道吗？跟我念看看 familiar， 听起来像不像 family？ 你看到中文就好像看到家人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让西方人学唱小毛驴的时候啊，有一种看到家人的感觉，这是很感人的出发心啊。然后要实践出来嘛，然后刚好 Irene 老师他就刚好他的中英文能力，他有那个双语能力啊，那我们就好好的善用他的能力，这样子，对吧？
然后啊，来你继续啊，对不起。嗯，所以韵脚的话就是有几个都会压到韵 busy 跟齐，然后下一个是潮跟 stall， 就下一行最后一个字。超跟 stall， 然后赶集跟 donkey 那个一的音有压到韵，嗯，然后到最后面，倒数第二行那边哗啦啦啦啦，就是拟声法，所以这边就想说英文有哪一个拟声法可以代替哗啦啦啦啦，那我就想到就是如果有水的话，就会有那种 splitter splatter 是那个声音，英文的声音来表达说哗啦啦摔了都是到处都是 splitter splatter， yes splitter splatter。就是那个声音，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你听过 splitter splatter 的举手？你不是乱写的吗？不是啊。你们听到 splitter splatter 有没有联想到一个字叫 splash？ 有听过这个字吗 ？splash， S E L 开头的 ，S E L 开头的 splash 就变 splitter splatter 这样。哦、然后我现在教的就叫做小小小小的英文，我们这十五堂课都不教这种东西，教那个小小小小的太浪费各位宝贵的生命，那个东西是作业的时候参加读书会花一辈子的时间跟你同学学，上我们这种课的目的就是感动，我唯一要的就是你感动，你感动之前一定要有感受，感受力要有嘛，啊，我们学英文都害怕的要死，连感受都没有，不用再讲感动。啊，现在就是慢慢开启你的感受力，好像慢慢把眼睛打开吗？希望十五周以后，你的感受力会变得很敏感，然后你看到东西很容易感受到这个东西用不用心做，这堂课有没有用心安排，然后这首歌有没有用心在编曲，啊，这个翻译有没有用心在翻。啊，你们这个笔记有用心在做，啊，你感受到那些东西，我慢慢慢慢感受，感受，感受，会变感动嘛？感动以后就是大家念兹在兹的学英文的兴趣。你一感动就不会退心了。OK， 好，那就叫 splatter splatter。然后最后最重要的就是泥巴嘛，全身都是泥巴，所以就是 muddy。muddy 的意思就是都是泥巴，到处都是泥巴。嗯。嗯，就这样啊。对，哦，你解释的好好哦。啊，谁画的？我画的。那只狗是谁画的？那是吧？那是驴子。那只狗。好吧，你们觉得 Irene 老师又会画画又会翻译，很厉害，可是可惜不会唱歌。不会。我觉得 Stella 好烂哦。你自己拿着这个。那个，你上来帮他啊？那边有一个，那边有，那边有，好好好。我带你们念一遍了。Well, I never rode out there, but now I'm not busy. 他的翻译很厉害，很好笑啊！就现在没事啊，现在没事吗？不忙啊。I'll attend the market stall. I'll hop on my donkey. Well, in my hand a little whip, a scene that looks stately. Don't know how I splitter splatter, now I'm all muddy. Swa, 好玩哈，好不好玩？真的很好玩啊！我跟你讲，十年内我一定要对。一群美国小孩子教这个，那才叫台湾搞定了，你知道吗？所有的美国小孩都来学这个，哎，不要我教了，你去教好了啦。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知道我现在在说的啊，2030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决定在你们手上啊。你们不出来，你们不出来参加这种课，不出来学这种感受力的话，2030年就跟2010年一模一样。有什么差别啊？2030年跟1988年还不是一样？还不是背单字、学文法、考试，还不是一样？全民英检永远一样啊，只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而已啊。好啦，那个我们的那个 Rising Star， 你会背吗？不
好，加油 ，Yes， 当然可以啊，是要这个吗？那个关前面这一排就好了。好玩哦，唱来，预备，哦，对不起，我很烦哈，有一点哈，加油。你不要停，你不要停哦！我们要有一种哦，你们唱中文，他同时唱英文的这种合唱版，知道吗？好。你要唱英文。来。再一次好吧，加油，预备，好。谢谢 Irene 老师，谢谢 Irene 老师，我们都等你唱第二首。对啊，那个下次好不好？他有翻了，我们当然，我的目的是出一张中文这样的专辑了，我的目的是这样子啊，然后卖到欧美去赚美金回来，是吧？好，是啊是啊，好好，鼓掌鼓掌鼓掌。我跟你们说，我们这样的课啊，我们这样的课你是 you have to get used to it， 你要习惯了。他，我知道我这样上课的节奏不是我们这样从小到大的这种节奏，它甚至于不是五月天演唱会那种节奏，它不是那种节奏，它是两个东西又薄又雅的，它把它放在一起了，就是说它有一点 rehearsed。我们有练习啊，当有预言啊，有一点 rehearse， 可是又有一点 spontaneous， 又有一点那个，然后又有一点哑，很哑的部分，可是又有一点教英文的部分嘛。然后一切的目的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说，西方文化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多的面向，那些面向的广度我可以在每一堂课教你，广度我可以教你啊。
每一堂课的深度你要靠你自己跟你的同学一起组读书会做笔记，然后我会加入那个读书会啦，我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从来不会加入那个笔记小组跟读书会的。我教书26年了，我从来不去管学生下课后你要去怎么做，因为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嘛。可是这一次我会加入是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啊，就是我在替你们准备教材的时候我也在自我教育啊，就是我在想怎么帮你们摸那只大象，怎么帮你们开眼科的手术的时候，我自己收获其实最大了。所以我会跳下来跟你们一起做笔记，一起参加这个读书会啊。那个读书会怎么加入，我们就那个网络上就让大家知道嘛。 OK 好吧，好啦，最后尾声了哈。我跟你讲，上我的课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了，你回头看才知道啊，我的天哪，上礼拜原来上这个。你现在不知道你在看什么，然后你下礼拜就说哦，第二堂课长这样。有些人是一年后才发觉，哦，去年他还说那个。有没有人下辈子说哦，灯戏郎一在讲那个？我想要最后的时候给你们看比较难一点的东西，然后比较学术一点的东西。你们今天看的第一个影片叫做东西方的童谣的那一种历史的演进嘛，我想给你们看它除了历史演进以外它还有翻译上的问题，好吧，来，大概这样就好了，不用全关了，好，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演绎的，好吧，对，来，我们来念看看吧。童谣的中英文演绎地图。上一个影片叫做《童谣的东西方演化历史》嘛，那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这个是地图的概念，就史地的概念啊。什么意思呢？童谣这两个字，我跟你说，你跟我上课有时候会觉得很可怕，就是光是童谣这两个字，你会发现你以前根本不知道。根本没有这样看过这件事。你有没有发觉左边的十个都叫童，右边的十个都叫谣，加起来有几个组合？20个，好，很好，我们可以上 Clio 了，好不好？这个可以把数学课加起来是20个了，相乘的话是100个吧？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是不是相同的童，这边是不是谣？第二个是那个同相同的童，童谣。那边是童，这边是谣，有没有？我就讲1:3，好不好？1:3哦，相同的童，遥远的遥，听我说哦，我们台湾的孩子对西方童谣的距离就是童谣，是不是？它是同样的遥远 ，OK？没问题咯，好，你可不可以理解我把这100个组合通通列出来就是第一流的中文教材，我把这100个组合通通列出来的时候可以教至少高一以前的中文，因为他必须很快的发挥他所有，他要调度他所有的文化的逻辑，他的想象力跟他的见识，来看这100个组合里面哪些组合居然有意义，而且它要使用出来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才2个字啊？那你可以理解，从这个眼睛看出来啊，大家都不要臭屁了啦，大家都渺小的不得了啊！才2个字，你就有100个组合哎，你知道这可以取名字吗？这边的第10个啊，那个童是不是看起来很好看？这边呢，哦，你看，哦，窈，我的窈窕淑女，哦，我的给你行行的来加，我不，我不窈，我不，我不，我不，
你们只要，我现在是把我的心呢，我的心法，你知道吗？我把我的心法跟我的脑袋里面的东西掏出来投影给你看。光是这一件事情，你真的学起来，你就可以转行了。你去做文案就好了，你就可以去卖房子、卖产品了。它就这么简单啊。然后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什么叫翻译啊。当初翻译啊，可口可乐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做这件事？若当初翻可口可乐的人懂这个道理啊，要我来翻可口可乐的第一个可绝对是口渴的渴，是吧？你不觉得可口可乐的第一个渴是很渴的时候，哦，看了就想买，有没有？因为就被提醒了，洗脑，哦，现在好渴哦。Right? 千万不要小看文字的力量。你不要小看一个文字的力量，你就更不应该小看两个文字组合在一起的力量啊。如果你不小看两个文字在一起的力量的话，你就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名字啊。因为你的名字有三个字啊，我给你们的第一个作业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那个付钱跟我上这个接下来的14堂课嘛。我跟你讲，我给你们第一个作业啊，叫做你把你的名字啊写出100个组合出来看看好不好？很好玩啊。我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有没有看到这个铜板？有没有？是不是笑文钱？是吧？你们自己的名字不要笑我啊，你的名字搞不好也没好听到哪里去啊。你去找看你的名字是什么。我跟你说，所有天下的父母亲跟你的三五岁的小孩玩这个游戏，他一辈子会感谢你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眼睛张开看自己的名字。然后你说这是英文课吗？这当然是英文课了，当然是英文课，因为英文没有办法做这件事，你们知道吗？英文是个多落后的语言，你们知道吗？多蛮荒而落后的语言啊。中文的双关语给你两个音节就100个东西，英文的童谣叫做 rhyme， 没错吧？ rhyme， 跟我念一下 rhyme， 它能怎样？你跟我讲英文能怎样啊？ rhyme 就 rhyme， 还能怎样啊？你知道吗？我们是随便100个哦，它是 rhyme 就 rhyme， 还能怎么样啊？我不是讲中文主义至上的意思，我是在跟你说，台湾的人一定要了解自己掌握的繁体中文有多珍贵啊，那在地球上是多可怕的资产啊。然后大家在以为英文多难的时候，你都没有想过外国人看到这个他直接跳楼了，你知道吗？我再解释一次给你听啊。 If I explain to you in English in this logic,The Chinese word for rhyme is 童谣 And if you exhaust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se two sounds, you will get 100 phrases. 对不对？你把它组合通通弄出来的话，你会有100个 phrase. And they may mean 100 different things.然后就说 ，Oh, where's the window? Let me jump off the building. 有没有？我去跳楼。你给我嘻嘻，一个 rhyme， 你要跟我讲有100个中文的意思，那我去死就算了吗？可是这事实上是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很简单的事。In all fairness， 中文这么厉害，英文也没有那么烂啊。英文怎么搞这件事情？我跟你们讲好不好？英文叫做 R。H Y M E 嘛，对不对？同样是 R H Y M E。英文世界能够玩的游戏啊，最厉害的游戏也就是什么呢？那个 R 就是 Real， 那个 H 就是 Happy， 所以童谣就是 Really。
happy， 然后 h， 然后 y 啊 ，really happy youth young 有没有年轻的啊？然后 m 就是那个 mother language 有没有母语？然后那个 e 就是 for everybody 这样。啊，你啊，伯利吗？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那 Cleo 呢？台湾即将要满城风雨的 Cleo 啊，就是 C L I L， 它也就是四个字的缩写而已啊。那 Cleo 我们可以翻得多好玩，你知道吗 ？Cleo 啊，翻成中文的，这是我要给你们的第二个作业啊。你们把台湾即将要风行的那个 Cleo 翻成你心中对它的评价的中文，好不好？可丽哦，哇，可丽哦，可厉害咯，可丽哦之类的嘛，好不好？好啦，第一个我们看的是历史，这个是地理嘛，地图嘛，最后一个咯，好，今天让你回去烧脑烧到那个，看一下看一下，跟我念看看嘛，童谣的老少年欢乐境界。生理心理心灵，童叟无欺，童叟无欺，童叟无欺。我在说什么呢？我在跟你说啊，今天这门课叫做童谣嘛。你知道我们不会再上童谣了吗？我们接下来要看什么 NBA 了，要开始要听歌了，开始每一堂课都不一样，每一堂课你都会跟好像看电影还是听演讲一样，会目眩神迷啊，眼花缭乱啊。童谣我能够理解到的深之深的境界就是这个、啊、就是什么叫做什么叫做童谣，我就跟你说是一个老人还有童心写出来的东西，一个老人还有童心才能写出童谣。你不要看 Irene 看起来像二十出头的人、啊、刚刚那位老师啊，那个弹吉他那个、啊、他其实是老人嘛，你有没有觉得他很老成啊？对啊，然后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童心？要不然谁翻得出来啊？这两个条件要具备嘛。又老灵魂又有童心的人，在历史上有多难得，你知道吗？然后那一些人才写得出童谣，你不赶快把它当英文课本，你把它当英文补充教材是白痴吗？对不？它是主菜，你把它当作是配菜，这不是很诡异的事吗？那我要请你们想的就这件事啊，每一个人都有生理的年龄啊，你们现在有生理年龄可以完全分得出来80岁70岁60岁的人，所以你自己去，我要请你们对号入座咯，你们自己看你是同还手了。第二种叫心理年龄啊，什么叫心理年龄啊？就是 EQ 高一点的人叫做叟，知道吗？啊 ，EQ 低的叫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看一个小孩子在玩火柴和小汽车啊，你把他拿走他就哭的那个人，就是心理年龄是小孩子啊。就这么简单了、啊，就这么简单。你们现在把隔壁的人铅笔拿开，你现在拿他的铅笔，把隔壁的人铅笔拿走，拿你跟拿隔壁的铅笔啊！我没有听到哭声啊，没错吧？你把他拿走就开始哭，那个人心理年龄就很低嘛。那、啊、你把他拿走，人家就说心理 EQ 很高，说哎，你为什么拿我的铅笔啊？那就是变老人了嘛，心理就成熟了吗？你们都懂哈？看老师这里哦，我要讲心灵咯。你刚刚铅笔被拿走那个人啊，没有哭对不对？没有哭叫做心理成熟吗？刚刚那个人有没有第一个反应动作就是，诶，你有需要吗？那拿去啊。没有啦，没有，很少这种人啊。你把一个人的东西拿走，就只有这些反应而已嘛。一个叫做当场哭啦，就小孩子嘛，
一个叫做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就大人嘛。另外一种人你一拿走他就说哦你要拿去啊，那种有没有这种人？多的是这种人啊，这种人都在那个、啊、花莲台东盖医院啊，对不对？你需要要给你啊，你需要就拿去啊。这一种人是心灵年龄很高的人吗？那我就要问你们咯，你们自己去找，你们是同的举手，你同花顺的举手。你们不是同你知道吗？有没有同？有。没有受虐的小孩子就是同啊。就这么简单啊。一个人从小到大没有受虐到死的时候就是手啦。你知道吗？这是很合理的嘛。啊，你只要看到你旁边的老人不是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曾经受伤了啦。才不甘愿嘛，所以他才会有些地方是同，你知道吗？那我们说什么少年老成啊，什么老子还保有赤子之心，就是手，对不对？生理是手嘛，手同，这样也可以啊，也可以手同手同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老来子的概念是吗？所以我给你们的最后一个功课啊，你拿这个标准去看看你身边的人好不好？你看你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会吓坏了，原来妈妈哦，原来爸爸是手手知道吗？啊，你这样去看你会原谅很多人啊。我现在跟你们讲很严肃的事情啊，你这样去看你会原谅很多人啊，包括你的英文老师啊。真的啦，哎呦，你会原谅很多人，包括原谅自己啊，你会发现自己啊，原来我是个看起来很大其实很幼稚的人啊，这样也可以啊。你不要认为我现在趁机在跟你传教啊，我是扣紧了今天的童谣的主题哦，我在跟你说我们今天上了两个小时的课的内容 and 你们即将要花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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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去深入探讨的内容啊，叫做童谣吗？谁写出来的？ So 心灵是 So， 我不确定心理是什么。有些你把灯打开好了，有些写童谣的人的心理是很有问题的，你们知道吗？有些是这样，你们去看我们，因为我要加入你的读书会嘛，我会给你看啊，好多童谣，比如说伦敦铁桥啊，伦敦铁桥是非常恐怖的童谣啊，那是大屠杀童谣，宰来宰去，那很可，那等于是满清十大酷刑的童谣哎。我们还在那边，伦敦铁桥倒下来，倒下，你都不知道，那个一把大刀砍下去，砍下去，砍下去，吼，那个一个边转转下去，转下去，大概是那种东西啊。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跟你们谈这个童叟叟的目的，只是拉回来今天的课啊。童谣是一群。生理年龄一定是够大，他才会懂啊，懂生那个文字游戏。但他的心情是保有童心的，然后他是想分享的，他是想分享境界的嘛，要不然他不用写啊，要不然不用写，好吧？好啦，那个门口有功德箱可以。可以捐，我看你们一副都是，我刚刚现在是在干嘛？现在是要捐，就这样了。好了，我跟你说，那个下礼拜是第一堂课喽，超好玩的哦。我不是要叫你们去啊，第一堂课在台南哦，我们在台南的一个什么古迹什么开张所的、哦、出张所，我们在古迹出张所上课。你们如果要上课的话，就在那个线上可以上，要不然就是陪我们去台南嘛，那个地方非常漂亮啊。嗯，好。那个当我们的迷妹迷弟嘛，那个坐高铁下去啊，你们这样心灵年龄就会变那个，知道吗？好啦，那个我们再一次谢谢 Irene 老师好不好？好，鼓掌。
我跟你们鞠躬，你们就说谢谢团队，谢谢彼此哦。好，好，同学再见。谢谢团队，谢谢彼此。好好好，下周见。哦，哎，你们看一下，关灯，关灯，关灯。哦，我们的那个彩蛋。哦，下礼拜就上这个，我要跟你们讲东西方的故事。下礼拜讲故事，不是鬼故事哦。我告诉你，一定讲鬼故事，把你吓死。来念看看吧，很好玩啊。Once upon a time, in a land far, far away。这是我们下礼拜的主题啊，我要跟你讲故事了。然后底下的中文啊，叫做“古早古早以前”。有一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说，前面有一座山，山里有一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跟那个小和尚说，对面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哦？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很妙吗？好不好笑？我刚刚又讲了双关语咯，这个故事很妙吧？好了，我们播歌给他们听，送他们回家。舍不得下课。开开开开，放歌听歌就好，听歌就好。老师说有功德箱，他在找。没有。没有好厉害哦，大将之风。美女对不对？大将之风。这样。啊？这样说啊，现在听见。Thank you.
Thank you.